是什么都舒服，是吧？真是舒服。那你这个看着就很高啊。我在香河茶社嘛，其实我在这一家是草人木，也是一家素食餐馆，老板叫辉哥，我也叫辉哥，江小。但是你们如果想到古早味，我会想到做荤的，当然做素的古早味啊少有，这一家就可以做到古早味的味道给你们。我昨晚来试了你的菜啊，真的是那古早味。要把素食弄成古早味都不容易哦。就是说讲的嘛，我们是属于是70年代的人嘛，变成我们从小所吃过的酱料，他们的所有酱料的味道都是有我们从小的记忆在里面。记忆哦，所以味真的是味道是一种记忆哦。啊，这个是如果把它呈现到现在哦，那个是最难。你是说新一代的他们吃的有可能酱料已经改了，没有人吃这样子的东西，又进入了很多中国的东西啊，其他国家的东西，它的概念就没有。这个是我们从小的记忆在里面，所以你吃那个味道，哎，这个是我要找的味道。你本身又喝很多茶哦，对茶很有研究哎，你可以讲一下茶跟素食如何把它结合起来，在你这边如何结合起来啊？只是想要说是做一个，就是说有一个给人家可以吃素食，可以泡茶。因为每样每个工作，每个人工作都压力很大，繁忙很大的压力，而茶它就可以取悦给人家的心，能够心闲下来，能够舒服一下 ，OK， 可以这才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食物啊。你也是很厉害哦，比如现在年代啊，全部都很繁忙啊，喝茶是要休闲的，你要把茶。让你静下心来好好享用一下。是因为我的自己也是帮妈妈，也是要工作，也是要什么东西，但是休闲也是一个，就是茶，从茶这边给自己休闲的舒服，这样子就可以坐下来喝茶泡茶聊天啊，你整个心情就可以放下来。其实我自己感觉到了，但我们吃东西很紧张啊，吃那一餐饭真的是胃不舒服的，肯定会消化不良的，所以啊，这是现在慢慢吃东西慢慢享受。对啊，你要整个放松下来，你才可以 enjoy 去吃你的东西，你开心吃东西，一开心你就开胃嘛。这就对啊，开心胃就开啊，不开心胃就锁住啊，吃什么都抽筋啊，闷住这样子，你根本不想再吃东西了。人家讲激心食落。冇味道啊！食龙肉都冇味啊！老板也是辉哥，我又是辉哥。你做多少年了？这边十多年了。我你本身也会有写书法？没有，这个是一个书法家写的。但我喜欢这个字，所以就叫他写下来。这种隶书的感觉，隶书的。就变成就看了就舒服咯。对。而且这个是书艺协会的主席。品茶散画文养性，浊酒挥笔墨抒情。看了就舒服，吃什么都舒服，真的。真是舒服了。当你煮的菜这一点，昨晚是那个是卤那个潮州粥，真的。潮州粥，那传统的煮法，很有传统的味道，那个卤味。卤味是很素，我的，因为我母亲潮州人嘛，所以我们从小就是他们卤习惯了这样子的材料，这样子卤，而就是我们潮州人就是配置哈比较少，不是药材重，而是以酱香料啊，然后这些的加上好的酱油啊，再发挥的味道。不过你和谁好吃的味道，不会偏向一种香料的味道啊？没有。辉哥想问你啊，你对茶叶有哪一方面的研究？你会特别喜爱哪一种茶？对不对？岩茶、普洱茶，比较喜欢岩茶了。岩茶，因为
喝了它没有这样寒凉，嗯，因为它的炒法，它的做制法是以熏是烘焙嘛，嗯，变成它就茶就比较凉，而且你这样子的喝起来比较温性比较好，然后其他茶就比较寒性比较高，嗯，啊，变成就有时你喝多过头啊，会抽筋还是什么东西啊，比较凉的那种。嗯，那茶叶毕竟还是寒性嘛，嗯，但问题上你经过有火来焙过，嗯，它的就温度比较高啊，嗯，啊，所以就人家喝的比较舒服。我看你收很多茶壶嘞，我看你一点呐，不多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几十个罢了啦，也不多，也不吃很多，看是很多，不是很多罢了。茶叶有啊，有的喝这样子哦，一根还有那边有的喝完了吧。我茶叶也是有买，但是没这样没有你这样多。只是早期我们这间是茶馆嘛，就变成之前收到的茶叶就像卖不出，就收着收着，不要去理它，就让它去放，啊，放着这样子就等了，等它又老一点来好喝。好像客人来了，你会接，比如你的菜品有没有那么多啦？你会介绍他们哪一个你最喜欢的那一道菜有吗？最喜欢的，其中是一个是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看他这样子是很简单的一道菜，这样子就菜罢了嘛。但是调料没有什么调料，他只是放豆豉啊炒，不需要调料，只是靠本事。第二就看那个菜的本身的新鲜度。新鲜度，嗯，啊，等下你试试看，一试你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不错的菜。跟第二道就是这个的豆腐包，豆腐包啊，豆腐包它本身呢是用这个我们早期客家人哦，嗯，就是从小的时候了，我母亲煮永豆腐哦，嗯，以前的汤头哦，不是公仔仔的哦，以前我们是豆瓣酱来煮汤头的哦，这知道听过，哎呦，应该有吃过你这样子，还是用豆瓣酱来煮汤头，赚那汤头咸。咸这样子就很好捞饭了。辉哥，刚问你了，我们客家人是不是有那个咸茶的菜吗？嗯，对。以前全部都用菜的，没有用海鲜的嘛。嗯。现在哦，很多是放虾米嘛。嗯。其实我们华传统的客家菜哦，就是素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素的。然后过后他们要加虾米跟蒜，就过了个人的把香口。可能现在要。为了迎接现在的人更喜爱这道，可能呢，更接受这一道菜的味道，他们加入虾米啊，会更加添加了风味啊。它只添加风味，这个就是各文化嘛，嗯，每个人文化。真正的是在中国那边的呢，跟我们这边擂茶又不一样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的阿婆啊，每次回家后啊，他们就自己擂的，真的是很香。啊，这个是这就是这样子擂，是还是这样子擂，是因为他们用了这个的那个叫鸡丝果木啊，嗯，就是这样子。他们用了什么？啊，对。哦，放茶叶啦，花生啦，啊，其他的香菜啊，哇，真的是菜谱，嗯，很重要，因为咸是来自菜谱嘛。香，我们客家人最喜欢吃那个香菜，那个什么叫越南香菜啊，哦，那个很难种的是啊，那个很少，嗯，很少，这边很少，都很多啊，这边就少，那个还是配那个配的那味道啊，这个是一个文化，就是一种的传统传承，就因为说你就是从小吃习惯了，就这个东西，哎，有这个味道，哎，就想回故乡。就想我小时候的感觉，所以味道是永远改变不了。是啊，这个你就跟你煮你一样的嘛，吃酱料你吃的出这个自己。就好像你要把以前你想到的味道，把它呈现到现在来，不容易，不容易的，需要一点时间。素食餐馆哦，要把它煮成你那年代那个感觉哦，那味道啊，真的是不容易，很多都是商业化了。味道我放进嘴巴就是，比较它比较符合现代人 的味道，放进嘴巴都是千篇一律的，差不多一个味道，比较古早味。啊，这样我是传统。啊，我中午吃了过后啊，感觉很舒服。等下你要煮几道菜给你试看，又再没有其他不一样。你煮一道就够了，不多，真的很舒服。我中午跟老婆讲，哎，这个煮东西不错，还有那个古早味，就是我们想要的。可以了，就是。对这个，因为我不敢做太过多样，我就投入在这几道菜里面。够了，啊，一门深入，
做了几道菜够了？啊，这样它不好，我再慢慢再提升，改良提升它，一直提升它罢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你昨晚介绍我那个麻辣啊，也让我惊艳到了。真的是那个味道哦，你还不是用那个最传统的四川的郫县豆瓣，你是本地的人，那个是因为我吃过的，我就有概念了。你不厉害，经验那个味道，我已经自己拿捏了这个味道，就是因为吃过就知道这样子的味道，我要需要这样子的味道，这样子真的我吃到了那味道，真的不像本地的。可以了，还可以慢慢的。就那个头那个感觉有。谢谢你，今天可以，谢谢你。他这个什么补的镜头在等他。可以。你看还有醋，还有鸡蛋，还有那个腐乳、豆腐干、豆腐包，还有这个菜，配这个卤粥，潮州粥。它的这和谐，会偏向一种香料的味道。它的汤你喝了会一直追那个味道，真的。还有豆干，卤到够味。哇，真的是香啊，辣椒。再放那个醋一流啊。哇，这厉害了，这辣椒好吃。哇，很辣。哦。它的辣椒辣。真的很香。难接受。它好过更多味，知道吗？那四大天王里面有那个豆豉、茄子，还有臭豆，哇，很香嘞，好吧，够火候，香，很香啊，高火好，真的是要火候，这个真的够火候，真的，啊，高大火一点就浓，主要是食材新鲜，真好吃。味太多的味道啊，就是很好呈现那味道出来。多点。哇，奶油不很够味。啊。很香。年轻人要啊，你要这味道的。我很少吃奶油啊，真的。但是这个，不油。我每次都要喝。他拿沙边老师的，不要喝。是啊，你拿沙边的。做不到这样子。做那个。我连奶茶泡不到，我怎么做的这样子？好吃的不用多嘛，哈，几样就够啊。那就蛮折草了。啊，折草都蛮折草的，我还炒不到这样子的功夫。它卤水，冷了都好喝，真的，味道。龟哥煮东西啊，不会太多的调味料，所以吃到是很舒服。这样。有些太多那种添加进去，哎呀，吃到整个人不舒服了。是吃酱料的人。是啊。你看昨天才吃完点，然后今天要来了。是啊，就是吃了过后舒服，那个就是我们要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从我这靠近那个天，他们放些添加剂。是啊，你看这吃之前也吃到食材原食材的味道。老板很有心哦，还送我这个酱料哦。说我吃那个麻辣的，他讲四川的。我问他你是用郫县豆瓣，他讲不是用本地马来西亚做的。我不相信他做来真的是就是中国那个味道，四川厉害，厉害调那个味道，让我大吃一惊，谢谢他。